相隔一天之后再度登板。两分设定位置哦，这颗直球哦，第二次的打击，每次的守备都是学习啊。嗯，回头先确认了一下跑者的位置，这球再投。打进场内三摇之间，结果三垒守备游击手都没有办法拦下来，现在杨国伟绕过三垒要准备回来抢攻分数了。沈焕伟在八局的上半挥出了穿越三游的安打，送回了富邦悍将的第三分。确实哦，其实是一个有大将之风的打者，你看最后面对这个陈以新的一个成名绝技，这个直插球哦，虽然球打到比较上缘，不过他的挥击力道确实还是相当不错哦，也让这个球滚动速度来得相当的快哦，变成穿越了三游之间的一个安打。这个球的位置来讲的话，不管是林志平还是林成飞哦，都有点鞭长莫及啊，对，跑到极限了，没有办法拦下来。现在富邦悍将的追平分上垒啊，比数变成3-4。